凤山梁朝伟，这些称号你有听过吗？这可是网络乡民们百玩不腻的梗哦。今天我们找到了新一代最强称号的网络男神们，他们将进行 PK， 看看谁是最强封号男神。要号耶耶耶！不客气，我是黄子佼。今天非常的喜悦。哎，那 Jenny， yes yes yes， 居然到现在是晚上的凌晨一点钟，但是什么脸乱讲乱讲，我们录影也没有录到这么晚。哦，现在是在十一点。但是工作的一天呢，有时候啊，这个会有点疲惫。可今天摄影棚的这两位姑娘，对不对？雅儿应该也很期待吧？对啊。哎，拜托，我眼睛都亮了。今天这一集我们的第三位主持人啊，是经过6000人海选之后，他才来中选，对不对？然后露露以为是露露说这一集他不收钱啊，记得不要收钱。这集不要汇钱给他。还有我们几位美少女今天也很开心，欢迎我们高中美少女群。哇！今天我们请来了10位高中女生担任评审团。这10位美眉们来自网络节目《美少女图鉴》，未成年的她们对恋爱最有憧憬，她们敢说敢言，一定能帮我们选出高中女生心目中第一名的男神。今天我们请来了5位最强封号男神，他们每一位都要进行2-1的 PK， 谁能受到高中女生的青睐呢？我们来认识一下，比如说优格，优格，来，请你发表一下。Hello， 你心目中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我喜欢那种比较坏一点的。哎，有没有例子 ？For example， 长是长坏掉的还是？长坏掉的。喂，大豆哥啊，哎，你一边来录影吗？长坏。比较 man， 然后比较 man， 然后霸气，霸气，对，有没有比如说哪个明星啊，就很符合，比如谢霆锋啊，还是什么，就符合你的菜这样？哎，举例比较清楚一点。陈晓东，陈晓东，陈晓东有很坏吗？我觉得他看起来蛮坏的，就是还是你要讲的是陈小春，陈小春比较坏，陈小春的比较坏，但陈晓东是 OK 啊，《兰陵王》里面很帅，对，超帅，我就是爱上他的，对，我就是从那里爱上。每个人有不同的菜了哈，看看待会有没有喜欢的。彩倩，彩倩，彩倩喜欢什么样的 style？我喜欢贴心，然后会给惊喜的那种。贴心给惊喜。那如果我们以外形来看的话，因为你这样讲，就感觉好像是刘谦的嘛，是不是？就给惊喜，每天给你嘿嘿吃牛排，看看牛排。有没有举例啦？举一个例子，外形这样子。man 一点，像柯震东那种。柯震东，终于讲到一个。有，我们今天有，就有一个会来。但是大家注意了，今天我们来的这些呢，都是所谓地方性的帅哥。对，地方性，譬如说，像我们说地名加上人名，就譬如说像我好了，你，我今天这个造型的话，其实就是内湖郭雪芙。内湖郭雪。想太多了，你真的想太多了。内湖郭雪芙，有啦有啦，就今天这个造型啦。有没有常在网络上听到这种封号，或是你们自己有？我记得这边有，对，有人有特别的称号。你玉达的这位同学，有人说我长得像 Megan Fox。Megan Fox， 你住哪里？台北哪里？松江南京那边，松山梅根，松山梅根，怎么听起来像有点一道料理？松山梅根，你觉得像吗？你也觉得像梅根吗？有一点点，真的有一点。他的眼神，对，你是高中生吗？你不要大神假装高中生哦。我是高中生，我是。OK， 好，旁边这位综合高中的妹子，有没有听过什么封号？网路上的，或是你自己啊？有人说我像纪普希。纪普希，中学生女神，很受欢迎的，也是美少女，对不对？你是住哪里？就是胖版的。胖版，那你是？综合纪普希。综合纪普希，耶！小熊。少了两个字，综合胖版纪普希。很开朗，很可爱。吃太多的。好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大家都说我长得比较像林心如。是住哪里？哪里？三重，三重林心如，现在很流行嘛，对不对？叉叉新庄金城武，对不对？内湖郭雪芙，对不对？没错。你呢？我台中
林采缇啊。哦，他都说我像林采缇，他是小版的林采缇，有像有像，拍你的林采缇。哦，那我是金城武本人。啊，就可以当大家瞎了吗？怎么样？郭雪芙，你凭什么讲我呢？你好像金城武，在你瞎之前我已经先瞎了。大家一起瞎啊！今天来的绝对不会让你瞎，因为这都是我们在网络上找到，他们真的就是被誉为叉叉叉叉叉。我们先看第一位，他号称是台中吴尊，请看他的照片。第一位登场的是被称为台中吴尊的好豪，担任替代役的他，因为帮忙宣导反酒驾，却被民众误以为是吴尊代言而爆红呢。好，看到了哦，哎，有一点感觉。这个是看照片不过瘾的，赶快看表。有本人来哦，对不对哈？有神到他。今天是好几位小鲜肉嘛，对不对哈？我是觉得蛮无聊，我先走了，好不好？你们自己玩。没关系，我们一起玩。你看看你，看看你，姐姐对你们咯。好，我要留下来保护小鲜肉，欢迎第一位台中吴尊。好。吴尊，请自我介绍你真实的身份，开始。我是台中人，然后是因为那个之前在交通大队当替代役，然后被发掘就是像吴尊，有爱心，对。当替代役，天好棒哦！而且我是台中人，这什么好有爱心？这是国民应尽的义务，你冷静。是吗 ？Sorry。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还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还可以哈。好。那他的你的名字是真正的名叫？叫哎，好豪，好豪，好豪，好可爱的名字，烦不烦啊你？叠字的，哎，我的名字也是叠字哎，我是露露，露露 ，OK。你看他脸红了，他喜欢，他喜欢。露露今天很爽哈，但是你自己觉得像不像呢？吴尊，你自己觉得？可能某些角度像。哪些角度？比给我们看一下，羊角，轮廓有吗？下巴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台中吴尊？你有没有女朋友？你有没有女朋友？很重要，最重要。好，直接问。大家冷静哦，听他说。答案就是有吗？现在单身。互相击掌，拥抱一下，对。耶！还真的击掌，不是你们有这么饥渴吗？你们这些年轻人是有事。耶！我还要问第二题，好，喜欢女生吗？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你的性向是什么？我有交过女朋友，交过女朋友啊？那为什么跟上一任分手了呢？对呀，你这么好的天才，因为个性比较宅一点。哦，比较宅啊？对，你有多宅？就是形容一下，对，之前女朋友会找我要去学校图书馆，然后那时候我住学校宿舍，然后因为。就我宅到连去图书馆都不愿意啊！学校宿舍走到图书馆应该没有很远啊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在宿舍里面读书，喜欢自己的那个，喜欢享受宿舍跟这个同学一起读书的那种感觉，也是自己读，也是自己读啊！哎，奇怪了，但是你真的应该平常也常常被认为是吴尊，有没有在外面校外的时候有被误认过的经验吗？曾经有一次就是我在一个场合，然后有。路人从旁边走过去，然后他就走过去之后又倒退几步，然后他在跳恰恰吗？然后后来就听到后面那一桌，好了，你可以停了。哦 ，sorry sorry， 后面那一桌怎么样？后面那一桌就有窃窃私语，就是说，哎，那是不是吴尊？哎，结果你有没有回头？你怎么处理这个尴尬的场面？他们应该是自己有发现，不是？哦，不是 MC， 对你很爽，对不对 ？MC， 对不对？你就那你回头跟他承认，会微笑一下，有没有？这样太丢脸了。怎么会呀？你就吓吓他嘛，说，哎，我不是吴尊，是宪哥吴宗宪。干嘛？也太综艺了吧！来来，烦哦。好，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他？我们在座的，哎，那苏珊啊，来来，凯倩，你还有问题啊？可是你这样不想出去，那你跟你朋友都在做什么？哎，你问到这个坏坏的问题了。都不去，连图书馆都不去，那你们都在干嘛？你跟女朋友？那个是因为读书的时候想要自己一个人静静的。那你干嘛交女朋友？对啊，你这样玩弄人家，这样好吗？对，好好，你现在知道高中女生有多犀利了吧？接下来的问题，你还能招架吗？那你喜欢什么运动？啊，喜欢什么运动？运动真的，本节目变相亲节目了哈，有一点这种感觉。游泳跟慢跑。哦，好棒！你喜欢什么运动啊，苏珊娜？我也差不多。
们夹都后面，好巧、哦。你喜欢什么运动啊？游泳跟慢跑。我谢你，怎么那么刚好啊？我们来看一下才艺好了，不能说只有外表像，确实是蛮帅的啊、哦，而且很斯文啊，大家喜欢这种文质彬彬。是的，确实跟吴尊一样，很有绅士风度。阿弟被表演不？可以唱歌。哎，好啊。什么歌？唱什么？唱林宥嘉的《颜色》。好，这个歌很有味道。掌声给我们这一位啊！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找个对象对他唱这样子？对他，你可以选一个。对，像拍 MV。对不对？做个纪念。好，请选择我们这里有十位高中美少女，哪一个？你赵薇，你自己去签她好不好？来来，来电时刻，自选 MV 女主角。哇，北晴。好，老师 ，music， 来，我们请欣赏她演唱宥嘉的歌曲。谁来笑惹我眼睛的黑色？牵他牵他，谁能治得住我的干渴？我会让你心甘情愿把一切都给我，只要看着我的双眼，看着他的双眼，谁来笑惹我眼睛的黑色？谁能逃得出我的催眠？我会让你跌入深不见底的快乐，无法忘记我的双眼。好，来这边请哦，你扣电完了请回家。哎，怎么这样？怎么这样对我们的来宾呢？真是的。来来，飞机飞机。怎么样？露露姐吃醋了。刚刚有感觉吗？你的感觉是什么？来，麦克风。他的眼神很温柔，很温柔，对。所以他才选《颜色》这首歌啊。对呀。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个，应该是蛮温柔的男生。是是。喜欢这种温柔的男生吗？当然喜欢。他还加了一个当然哦。真的是，这今天录完可能会不小心擦出一点火花来。对啊。你现在有男朋友吗？我还没交过男朋友。小鲜肉跟小鲜妹，可是家人会不会就是说担心，因为高中生嘛哈，这个就有讨论过，父母讨论过交男友这件事吗？因为我自己的爱情观，我就是觉得宁缺毋滥，所以现在还没交。哦，重质不重量，很有主见的哈。你交过几个女朋友？两个，两个，那就是宁滥毋缺的。对，没两个也还好啦，这才几岁而已，交两个嘞 ，OK 啦。希望待会台中吴尊能够一直留下来，因为今天是一个 PK 制。好，你现在是暂时的卫冕者。好，我们先请他上卫冕者宝座，也谢谢飞奇。好，来，谢谢。待会呢，台中吴尊将要面对无数的挑战，二选一，二选一，二选一，你们手上的牌子就是代表一票，好不好？看看最后会是今天谁是地方帅哥王。我好晕哦，我好晕。其实今天每个人都很强哎。第二位是谁啊？有什么封号？他也是吴尊哦。可是不同地方，他是杨梅的吴尊。我们华人是没有别的男明星的吗？对啊，因为吴尊听起来又比较强弱，杨梅台中吴尊换了杨梅吴尊呢。对啊，这样子啊，没有，因为吴尊总是名声比较好像就是帅哥，对，形象啊。杨梅黄子佼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更帅？怎么样？更帅？怎么样？郭雪芙，超难看，好帅哦！来看一下他的照片。在杨梅担任消防员的博翰，前阵子因为照片被PO上 PTT 之后爆红，更被网友誉为是极品天才哦。杨梅吴尊，欢迎！哎呀，好可爱哦，那个笑容。博翰，超强天才即将登场，帅气男神来壁咚，美眉开心大暴走啦！你是我的小苹果。开心吗？不要开门，不要管你嘞，给我出来！第一个台中吴尊出场之后，美眉们都欣喜若狂。接下来第二个杨梅吴尊要出场了，他跟第一个比，美眉们会更爱谁呢？杨梅吴尊，欢迎！哎呀，好可爱！笑容，博翰，好阳光哦，博翰，哎呀，
来了怎么没有跟我说一下呢？啊，你好。笑哎、欸，像刚醒啊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嘴巴可以合起来吗？他刚一出来的。他就是这样子啊，憨憨的，很可爱。来跟大家。拉稀拉稀。对，介绍一下自己，问声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柏翰，然后。有些人都会叫我那个是杨梅吴尊，可是我自己真的觉得不像吴尊，好可爱哦，好腼腆哦，好害羞哦，欸、走光了，走光了，走光了，姐姐，好可爱哦，真的很可爱，真的。其实有时候我们男生也是看的都觉得是弟弟啊，啊你是怎么被发现的？是什么照片被传上去呢？还是你自己 PO 了什么？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是我那个我朋友趁我就是不注意的时候，而我朋友也有陪我来录影、你朋友，然后把你照片丢到哪里去？就是放在那个台大 PTT 表二版上面。哦，就放我生活照还有我训练照片。是是是，哇，贵人在这里，这两位同学，对不对？哦，你们两个有没有总把自己的照片也放上去？本来是要放自己的，没有人手滑按到他的，就爆红了。那你有没有突然间觉得生活有点不一样了？有什么变化？爆红嘛。其实，在上康熙之前都还好，就是还是很路人的。结果呢？结果呢？就是现在，就是有时候可能逛夜市的时候，人家会。问我说：“哎，你是不是谁谁谁？对吧？”哦，杨梅吴尊喜欢享受这种被……其实我蛮不习惯的，蛮不习惯的。好，那你回去吧。OK， 下一位来，欢迎三号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新装吴尊，来家，来我家。啊！怎么来你家嘞？这个姐姐哦，对不起，我保护你，我保护你，不能被带走哈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不是、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比如说网络的什么追踪那些有没有突然间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这个数字给我们分享一下？就是一开始照片还没有被放到网络的时候，可能追踪人数可能才几十个，就同学嘛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一放到表特版之后呢，就好像放完之后好像变差不多一万多这样子吧。那现在呢？现在应该更多了吧？现在好像五万多，不是？好像八万多。八万多！哎，我昨天看新闻，五万今天就变八万嘞。喂，好厉害哦！没有没有没有。追踪你的是男生还是女生？当然是女生。没有，都有都有都有啦，对不对？就是我办了八万个账号追踪他。你办了八万个账号，很可爱。来，现场的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？今天终于看到杨梅吴尊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有没有？来来来来来。斐琪，你很花心哎，你啊！你哎，你刚不是才喜欢你哦？你又拿麦？没有，请说，请说。嗯，你喜欢怎样类型的女生？喜欢不要跟一号唱歌的女生。好气哦！斐琪太 over， 太 over。我觉得就是，我觉得真的是个性比较重要哎。个性好，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？可以秀一下你的身材吗？冰雹，冰雹。先起来一点哎，啊！有吗？有吗？有什么？没有，我没有看到，我没有看到。在有什么东西？我没有。有有啊！你看，你看，有那个。哦！你不要害羞啦！你不要害羞，来，大方一点。我们男生羡慕一下嘛，女生爱慕一下，稍微。难得啦，你难得来，就拖一下。来，被怪怪的。来，慢慢来，要看看，看到没有？拆礼物的感觉。哎，好，哦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哦，你看到？哦，很坚硬哎，很帅哈，很帅，我可以摸摸看。哎呦，硬邦邦的哎，哎，真的很硬，要不要来试试看？哪一位想？来来来来来来，季普星来，三重胖版季普星，我认得你。胖版季普星，哦，中和，对不起，中和，好，还爱计较你啊？不是，哎，小心小心，小心小心，哎，请真的让你亲身体验一下 ，touch 一下，这边好。你还哎，你有办卡吗？要有要缴会员。对啊，你是会员吗？你是 VIP 吗？这样对啊 ，VIP 才可以摸全部啊。真的真的是硬的，你没有骗人。爽未退耶。对，喜不喜欢这种有肌肉的男人？一定要，一定要。怎么样？我们不是男人是不是？相信现在美少女心里一定有很多不敢说出口的话吧。好，请回座。姚哥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这集哈，都把五郎宫被盖壁咚是吧？盖壁，哎呀哎呀哎呀！哪一位？我们可以排队壁吗？我们十位就一起排队这样。来，要壁咚了，来姐姐这边了哈。那我在电影院买门票啊，还排队嘞？让他选好，这最公平。好好，哎，雅儿雅儿来，雅儿来，雅儿来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选一个壁咚。可是我怕那个。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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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都对你很好。你的好兄弟有在暗示你哦，对不对？什么？选露露啊？你这是害他吧？Follow your heart. Follow your heart.
不选一个就全身脱光，我们不会让你肌肉。好，那我就选一个好了。好。好好。数吧，看我们这边。你们外面还有一个，外面这个也可以。大总爱。对，不然大总爱好了，可以吗？不行啦。不行啦，你要避他的东，那个油会喷出来哦。不行不行，这样我们要大方一点，大方一点来。嗯。给我们的美女。不然就刚刚那个就好了。感觉他中了30亿一样，来恭喜中和计普星。好，现在我们准备了一个小房间，这已经不只是壁咚了，这还是两个人的独特世界。对，好，准备了哦。好，博翰有什么话，有什么是肢体语言自由表现？好，不要现在嚣张不？你为什么没有学我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可怜哦，露露，好过分。好，来准备了，好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对他说一句话，说一句话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好顺哦，靠近一点，对他说，对呀，你是我的小啊小苹果。啊，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来，你是我的小苹果，预备 ，Action！ 你是我的小苹果。感觉好像他有点太遥远了一点，有点远。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开心吗？不要不要开门，不要管你嘞，你又出来，又不出来。你爸爸妈妈在看哎，我拍高台，你唔谈啊，你高中生，你都在里面录。你不要叫你出来出来哦。而且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是收贿了，对不起，我要让露露进去一次，真的吗？请原谅我，拜托让我进来，因为他是我最好的搭档。哦，焦哥 ，give me five， 来进去进去，快进去，好。好，推走推走，我一定要让我的搭档，我不能让他失去这种博翰，我的博翰，好了啦，好了，回来来，哎，我对你不错吧？让你进去，我进去，博翰也要进来啊，好了，奇怪，好，博翰，接下来是一个二选一的大考验，请好好出列，来这边，各位校花，一人一票哦。好好难哦，想要谁留下来，这是吴尊与吴尊的对决，腼腆大男孩好好对上阳光天才博翰，两位吴尊的对决，究竟是哪一个人可以获胜留下来呢？想要留下台中吴尊的请举圈牌，三二一，一票两票，恭喜淘汰。好，很明显，好，二比八。天哪，这也太让人揪心了吧！谁淘汰都令人不舍啊。心情怎么样？他很厉害，他太强了。有什么话想对广大女性粉丝？谢谢你们的支持。强中自有强中手，请问下一位是哪一位地方帅哥？脱鞋的周渝民来喽。脱鞋，脱鞋，脱油鸡来哦！周渝民不错，但是加上土城，我们看是什么结果。好，请看照片。这是周渝民的剧照吧？也太像了！究竟这位土城周渝民本人会如何呢？他要为我们带来一首歌曲啊！这首歌就是 F 四的代表作。陪你去看流星雨。来，流星雨，欢迎 music。相似度破表的土城周渝民即将登场，影帝间的对决，土城周渝民即将对上柯震东。大笨蛋！对，我就是笨，才会追你这么久。就是笨，我才喜欢你那么久。拥抱，拥抱，拥抱，拥抱。那些年错过的，旋转，旋转哦。那些年错过的爱情。气势正旺的杨梅吴尊博翰，面对土城周渝民仔仔，究竟谁会胜出呢？他要为我们带来一首歌曲啊，这首歌就是 F 四的代表作，《陪你去看流星雨》。来，流星雨，欢迎 music。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，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，陪我肩膀，要你相信我的孩子肯为你勇敢，你会看见
土城走音周渝民非常棒，哎呀，走成套越来越长了，怎么样？感觉有跟你想象的，就是看完照片之后有落差吗？有一点。不是，请说他哪里不对，他哪里不对劲呢？你说说。我以为他很高。哦、对，小小只的。有没有这种误会？营养不良版的周渝民。你阿九没有唱歌。周渝民发育中嘛，对不对？哦、周渝民也不是第一天两天长到180的嘛，也 是花了30年，对不对？你现在身高可以冒昧问一下吗？可以，稍微。165。满意吗？很不满意，不满意，没关系啊，现在都有增高垫，都可以加。对，没有关系，我送你两个。讲很多，这个是怎么爆红的？是什么状况？突然间大家发现你的？欸、其实一开始好像是在连假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228连假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没有回台北，那时候我还在学校做实验，然后就有那一天学长突然跟我说：“哎、欸，仔，啊，仔。”周渝民、哦、学生的时候已经同学已经叫你仔仔了，对对对对对，哇塞，真的，他就说，哎、欸，仔，嗯，你上 PPT 嘞？我就想说，怎么可能？嗯，哎、欸，太夸张了，戏很多哦。哎、欸，怎么可能？演员嘛，天王演员呢，戏、哦、很多。好好，然后呢？这太夸张了。然后你夸张，结果，哎、欸，你这个有差别待遇，你刚刚一号、二号都不是的。哎、欸，你刚刚二号还叫啊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很明显，借你的嘎叮嘎叮个滴滴叮啊那啦，无一滴一句话就够。不要这样嘛，对，不要再演舞台剧了，快，好好讲故事。然后他就，我就想不可能啊。结果呢？然后结果，我就自己 Google， 就是自己查自己的名字。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就什么平科周渝民啊？平科哦，你是学校是？对，屏东科技大学。对对对，平科周渝民开始查起。对对对，结果呢？然后结果就看到。越来越多留言。那怎么现在变土城周渝民？因为我来自台北啊。哦，你来自土城，哦、但在屏科念书。对对对。哇，从北到南都是你的天下了，对不对？不得了哎。其实他上镜头啊，我们看那个 monitor 啊，真的是有点像宅宅，很就是有那个忧郁一点点。除了爱自导自演之外，其他一切都很好。跟爱唱歌之外，爱自其他都好。所以你在学生时代就已经被同学誉为是宅宅了嘛？嗯、对对对。啊，爆红有什么状况吗？比如说我在带实验的时候，然后很多学弟都会一直看着你。学弟，因为我是带实验啊，我要带学弟妹，很多都是实验。哦，然后呢？对，然后他们就会一直看着你，是是，然后一直对我笑，是是是，真的假的？其实他们心中都有很多 OS 啊，对，学长。我可以当你的朱孝天吗？我可以当，想要组团，不是，其实还不错，哦，也不错哈，好加油。其实他的也是很乖的好学生，可爱，不小心长得太像明星脸了，真的，不小心被推上大舞台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哎，您认识一下我们雅儿，他是那个林彩缇，林彩缇，你看大家站在一起那种感觉，哎，勾手勾手，哦，你都看看，周渝民把林彩缇。各位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来发问一下？你的兴趣是什么？蛮喜欢打电脑的啦。打电脑？对。打他左边还是打他右边？Play game。对，玩游戏。玩 online game。对。最喜欢玩什么 game？ 搞不好他也喜欢呢。你喜欢 play 什么 game？ 对呀、啊。你真的很差别待遇耶，你郭选福。有吗？不要这样子。你没选吗？博翰都在盯着你看。博翰。博翰不喜欢这么不善良的。Sorry， 对啊，那你喜欢玩什么游戏？我喜欢玩英雄联盟。英雄联盟 ，LOL。你有没有打 game？ 有。哎，你打什么 game？ 也是英雄联盟。哇，怎么就这么巧？连线成功。哎，那如果魔兽打到一半，女朋友说加崩了怎么办？就一开始我先跟她说，再等我一下下。结果呢？然后结果如果她拔网路线的话，对，直接拔你网路线。我知道。低着头去吃饭，哎，很好，不错不错，很好，我要激恼男人呐、啊。各位，又是残酷的时刻到，目前的卫冕者是博翰，博翰出列，来，来来来，残酷的时间，好，各位。十位校园美少女，你们就是所有网路乡民的代表啊，你们的意见很重要，攸关他们的人生。让高中美眉们疯狂的博翰，面对照片相似度100%的仔仔会怎么样呢？这回合博翰能顺利卫冕吗？又或者是仔仔可以挑战成功呢？想要博翰留下来的，请举圈。三，还没念完啊！哎，我举太快了啦！你们给他一点面子好不好？我
谢。各位观众，你们有听到仔仔心碎的声音吗？我们再次啊，不好意思，面子，他们不懂事，不好意思。拜托留个三票，留个三票给我。好，想要博翰留下来的，请举圈。三、二、一。哇，八票，你看，所以景惠很喜欢仔仔。景惠，没有，因为他刚刚没有选壁咚我。哦，刚刚博翰没有选壁咚他，记仇在心里，所以就决定放弃治疗，选择他。我觉得他个性很可爱，其实他很乖，对不对？他很乖很自然。如果你们两个在一起，他天天想唱歌给你听，你 OK 吗 ？OK 吗？他可以唱《流星雨对你》吗？可以。来，老师再给他一次走音的机会。老师，人美获得了小周渝民。博翰，请回卫冕者，恭喜！我们让他临走前。哎，你比较高哎。对着他。两遍唱的是一样的。那次我真的不帮他，救不了。要你相信我的爱，只可为阿米老师都走了。阿米老师都走掉了，哎，回来啊！掌声鼓励，好。仔仔啊，相信你只要回去练练歌声之后，一定没问题的。那个吴尊真的觉得他很帅，没关系啊，他太帅了，真的没问题。他们应该是大家的菜，他可能腿已经麻了。三重内马尔，请看他的照片。哇，拥有跟内马尔相似脸蛋与一样身材的 Nick， 照片真的是相当有型。究竟他本人会如何呢？好的，性感有没有听说过这位这号人物三重内马尔？哦，之前在网络上有看过，想不想看到他本人庐山真面目？很想，笑了，开心了哦，加油，喜欢。好，那我们就赶快欢迎三重内马尔 ，Welcome， 帅。帅度破表，三重内马尔即将登场。三重内马尔挑战仔仔，流星雨深情呈现。刚刚那一首，流星雨啊，对。你可以真的要把它压下去，真的太过分。我相信我的爱，只肯为你勇敢，你会感觉幸福的所在。耶，他都对着他唱哎，不错啊。三重内马尔 ，Welcome， 帅耶！对，自我介绍一下 ，Man 哦，大家好，啊，大家好，来看那边，来，你是本名啊？你的名字？哦，我名字叫 Nick， 啊，是怎么会被这个誉为三重内马尔？是谁帮了你，还是害了你？这样？是我妹害了我。你妹她干了什么事儿？什么呢？她就是妹妹在那边，她就是一个很无聊的人。然后有一天她就、欸、妹妹也很漂亮，妹妹很正、啊妹妹也是三重崔立新哦。崔立新，糟了，你们都不知道谁是崔立新，太久。妹妹怎么了？妹妹做了什么事啊？妹妹就是她就很无聊，有一天就问我说要把我照片放在 PPT 上面。嗯。我也不知道什么是 PPT， 我就随便给他几张照片，然后他放上去之后，然后两三天以后，就有朋友传讯息跟我说，传新闻跟我说，说我上新闻，上到新闻去了 ，PPT， 然后就爆红，而且好像你给他的都是一些就是性感的帅的肌肉照，是吧？啊，也没有，是他自己偷偷下载，有什么问题要问他吗？景惠，你活过来了，有什么问题？有没有女朋友？有。好 ，QQ。他今天有来了。有来，还有来。他跟我妹一起来。哦，跟你妹妹。哦，你妹妹旁边那位。哦，又灰色衣服的吗？对对对。啊。哇，各位同学，我们没戏唱了。你有没有才艺表演？哦，那就上刚刚那一首好。流星雨啊。对。你可以真的。就真的太过分了，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而且还唱得比他音准，你这样真的太直接了。来，老师，流星雨给我们这位 Nick， 好。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，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，在我
肩膀，别相信我的爱只肯为你勇敢，你会感觉幸福的所在。耶，他都对着他唱哎。不错啦，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值得给掌声的好男人，对不对？要在这么多女生面前公开自己有女友，然后还跟她唱情歌，这个Nick不错啦，而且音也准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哇，仔仔不哭了。啊，非常好，来，博翰来，请出列。好，好，现在我们又到了残酷二选一的时间，两个只能留一个。已经连过两关的博翰，面对温柔有型的Nick，谁会获胜呢？究竟谁能够顺利留下呢？想要 Nick 留下来的，请举圈。三、二、一，来投票给 Nick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哎，你有吗？四票，有四票，不错哎，高票，对呀，虽败犹荣哈。有没有什么话对他们说啊？谢谢。他都很短。不方便，謝謝女朋友在了，好，不方便，不方便。好，非常还是谢谢妮可，恭喜博翰再度成为卫冕者。好，刚还蛮紧张的，就还蛮开心的，对，平常心就好。联络一下，看到，我下去一下。现在目前一路领先的就是博翰，博翰太强。我们还有没有更强的可以有机会把他打下来呢？这个不得了，他什么状况？台中柯震东来了。哦，台中柯震东，我们先看他的照片，请看。今年才20岁的巧克，拥有一双深邃的眼睛，究竟他能不能击败对手，成为今天的冠军呢？马上欢迎台中柯震东为大家带来《那些年》。哇，小鲜肉。那些年错过的大雨。那些年错过的爱情，好想拥抱你，拥抱错过的勇气。曾经想征服全世界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，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。那些年错过的大雨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，好想告诉你，告诉你我没有忘记。那天晚上满天星星，平行时空下的约定，再一次相遇，我会紧紧抱着你，紧紧抱着你。大笨蛋，台中柯震东。来跟大家自我介绍，你真实的身份是什么？我叫王克诚，然后在台中读亚洲大学。哦，亚洲大学。会不会有人叫你模仿那个那些年的经典的那个台词儿这样子？因为会叫的其实都是男生呐、啊，所以真的女生也会啊，但是不会叫我模仿啊。真的？那我们可以叫你模仿一下吗？大笨蛋，是，好吧。啊，一个演陈妍希，一个演柯震东，那场雨中的戏，他叫他大笨蛋，他就回他说：“我就是因为 笨，我才会喜欢你那么久。”好吧，就这一段。我就是因为我，所以是追你还是喜欢你？我看你高兴，你高兴。所以他台词明明很熟嘛。我所以是追你还是喜欢你？他都背得很熟嘞。没有。你看你的 feel 到了，想讲什么就讲什么。我们随性，我们负责讲大笨蛋，或者谁要你演啊？哦，不是我吗？当然是他自己找一位高中生啊。好啦，你选一个。对啊，找你心中的陈妍希、有没有哪一位？选角时间，第一排，你先第一排，第二排你先选一下。第一排，好棒、啊。第二排、啊，第二排，第二排哪一位？哪一位？右上角。右上角哦，林心如。两个面对面，来准备好，我们重现一下台湾经典电影《那些年》，我们一起追的贾柯震东啊。Action！ 来，预备 ，Action！ 大笨蛋。不是安尼啦，你是无看过那个时候是那个场景，哎，场景，雨下很大很大，然后你要淋全身湿，然后对他说：“大笨蛋。”然后就要说：“我就是笨，我才会喜欢你那么久。”这种好不好？哎，你跟那个很喜欢演戏的仔仔是朋友吗？你比他还爱会演，爱演哦。对，要有这个感觉，好吧？再一次下大雨的感觉，你有看过吗？很急哦，很急。预备 ，Action！ 大笨
大笨蛋。好，你只是音量加大而已。再吼出来一点，不然他无法入戏。你再看一次露露姐，来预备起。大笨蛋，你是便秘了吧？有点。我想选择麻辣锅，哇塞！这变少女白琴了。预备，加油哦，这是很好的机会哦。Action， 大笨蛋。对，我就是笨，才会追你这么久。好哎，有输有输。再来就是面对面拥抱，预备，往前冲。对，往前冲，往前冲。开始。哦。青春呢？对呀，哈，怎么会这样？想不想演一次？博翰来，博翰来。谁说要你跟博翰啊？来，仔仔来，仔仔来，仔仔，仔仔来来来，你还真的来？你好，我们当然啦，仔仔很爱演，好不好？我早就知道他话剧社的嘛。我们跟你开玩笑，他可以一人分饰两角，哎，拜托。乔克，我给你看一下另外一组的演法，好不好？露露，你今天来哦。叠字组，露露仔仔 ，OK。露露仔仔 ，Are you ready？ No， 好了，大笨蛋，我就是笨，我才喜欢你那么久。拥抱，拥抱，拥抱，拥抱。旋转，旋转，哦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，好想告诉你，告诉你。我们两个都很晕。好晕哦！谢谢仔仔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好。其实我们这些萌男呢都非常可爱，也是我们未来的新生代哈。那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这个我们可爱的乔东？来来来来，麦克风。如果你和你女朋友逛街，然后她脚很酸的话，你会怎么办？演一下，演一下，直接来，来来，这情境剧嘛，预备。脚好酸哦 ，Action。熊熊，你们逛了好久哦，假装跳下来，然后好摔到脚好酸，预备，哎呦，哎呀，我脚好酸哦，怎么有点空翻啊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乔克，快点跟他买口香糖。哇，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，上去上去。我背你，我背你，我背你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，拍照。哎，立马他差不多哎，他要背着他说，哎，快点帮我拍照。现在在录影呢。我要回去穿服我哈。奇怪哦，这浪漫都没有了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来，说好痛，从好痛，要不要不要 NG 哦，要顺畅，预备 ，Action！ 哎呦，我脚好痛哦。我没事吧？有事。好，好，我没关系，我背你。你 OK 哈？不会倒吗 ？OK OK。哇哇，来口就大命哎哦，开心哦，好看妆哦。不会。哎，你那好男人，别松下啦！别松啊，你别松啊！你要正经的哦。有啊，你要笑个。哇，小熊又是被动又是背背的，你今天应该很过瘾哈。现在要开始二选一了，马上再次欢迎我们的卫冕者博翰，请出列。哇，超强博翰！博翰一路杀到第五位，目前还是暂时领先啊。博翰能够顺利打败乔克，成为今天的冠军吗？或者是最年轻的小鲜肉乔克可以打败博翰呢？究竟谁会留下来成为今天的最强封号男神？想要把你神圣的一票投给扬眉吴尊的，请举牌。最强封号男神广告过后即将揭晓。把你神圣的一票投给扬眉吴尊的，请举牌。三，还没啦。三二一。戏剧性的演出，两人竟然五比五平手。戏剧性的转变，五票，现在是平手五比五。那怎么办？最后一票要由谁来决定？雅儿吗？哦哦，因为雅儿之前也是在我们这边女神团，雅儿也是高中跟大学美少女女神级的。你的一票选冠军，眼神来暗示我。那谁暗示你？柯震东，真的吗？戳瞎他。好，雅儿，请告诉我们你的答案是扬眉吴尊博翰，还是台中柯震东巧克？三、二、一，请选择。去牵他的手。紧张的时刻来了，究竟雅儿这关键性的一票会给谁呢？哇！扬眉吴尊胜出，好，恭喜！
谢谢巧克，千万不要难过，你已经走到这一刻，五比五，我们也再次谢谢十位高中美少女，谢谢，我们也谢谢我们这几位新生代，也许将来我们都会在演艺圈变成我们的中流砥柱。其实每个人都好可爱，都很优秀，鲜肉啊，当然要不然就好好念书也不错啊，做一个有用的人。再次谢谢五位帅哥，谢谢。最后关头输了，觉得蛮可惜的，但是对方真的很帅，所以其实蛮幸福，就是蛮心服口服的啊。我们来陪衬的，对，没有啊，这样有点太过了。其实还好啦，还好 OK 啦，大家感情都有点小哭，没有。OK 好，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。好，你们去抱他好了，对对，揍他，揍他，不要揍我。